睡觉了。你们在做什么呢？睡觉，不要玩了。盖被子。孩子们，睡觉。小同学们都准备睡觉了。米娅、东东能听从老师安排，安静下来，好好午休吗？米娅，睡觉，米娅。米娅，快来睡觉吧。米娅，别耍赖了，快听老师的话，不要影响他人休息哦。调皮的米娅也终于睡着了。此刻的米娅做了一个甜甜的梦。梦境中只有东东和米娅，他们在夕阳的余晖下尽情地奔跑打闹，无忧无虑地玩耍。时间过得好快，小朋友们要起床了。咦，米娅和东东这是要去哪儿呢？咦，马桶，米娅能顺利使用马桶上厕所吗？Thank you.